家好，这边是柯本柯老师。好，那么，请大家先把那个BBB， 就是 Big Ball Break 的部分，先把它接到电脑上哈。然后等你接到电脑上的时候呢，各位就可以透过 SSH 这种连线软体就可以连到这上面去了哈。然后记得用 root 权限哈，因为 root 权限它没有密码哈。好，那么首先要帮大家介绍的就是 C 语言的部分哈，然后去开关 LED 的部分，然后 Symbol Code 可能大家手上到时候用手打的部分稍微打一下哈。好，第一个问题第一个是那我们怎么去做所谓 import 跟 export 的部分哈。首先在这个 Symbol Code 里面，各位可以看到它事实上是有一个叫做 Digital In 跟 Out 的Symbol Code 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Digital In 跟 Out 的部分哈。第一，居家家哈，居家家，所以请各位先确认一下我们居家家哈。那居家家的部分的话，它事实上是有一些来有没有 help 的？好，那如果没有 help 就算了哈。部分的话，因为事先我已经先用所谓的什么有 Nero 这样的软体呢，先写了一些 code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ource code 的部分。这 source code 的部分大概是这样的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哈。就是简单的 stdio 的方法去控制 gcc， 然后把当成档案的部分去读写来跟呢，就是 system class gpl export t 的部分去做什么 read 跟 write 的动作哈。那把打开之后呢，指定一下我们这个接角第47的部分叫做 direction， 然后用 write 的部分啊。如果说你不想控制47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改成gpl， 随便你改哈，反正它号码很多哈，01234 5到到时候的角色可以啊，请记得在修改的时候连这个17，那这下面的部分也会17哈。好，那首先他先去读什么 read 的部分哈，先去读这个档案的读，读他现有的值，然后呢完之后呢，就把资料呢，把它印出来就结束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首先他 write 的部分是 write 的0的部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执行一下给大家看哈。好，那 compiler 呢，先用 Ctrl-O， OK， 来 Ctrl-O， Ctrl-S 离开。好，那离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它有个 make file， 看各位要不要打了哈，可有可无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make file 长什么样子啊，对不起，内容，我们来看一下内容 make file 部分哈。就是说实话是 library C， 然后把我们刚刚看到的 distal.c 的部分把 compile， 然后 output 的部分就按 O 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我们不用 make file 好了，我们直接用那个 G 加加来处理哈。那首先用 ls 先看一下这个档案，好， G 加加，然后呢有什么 d.c， 然后 output减 O 哈，不是减零，减 O 哈。好 ，output 的部分看各位想把那个档案变成什么样的名字哈。好，买 APP 好了哈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所以各位就看到有一个什么 A 买 APP 了，然后我们括弧然后减 AL 的部分来确认一下，它这个 A 买 APP 是什么？是可以执行的哈，是可以执行的。那怎么执行呢？我们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因为它本身是读档的部分哈，那如果说各位想去把资料写出去的话呢，那我们来可以参考一下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 sample 哈，不好的部分哈，啊也是一样 G 啊，我先看一下 code 给大家看好了啊。Zero into out C 的部分，好，这个 sample code 也是一样的方法，它是透过档案的读写的方法呢，去控制这个接角 export 的部分做 write 的动作。那首先先指定45，45接角，然后呢再去设定一下47的接角，然后呢对47的这边的话呢，它做 w 的部分。然后在这里有个重点是，它设定它的路径是什么 in， 就是把资料给读进来。部分，所以47是读资料读进，那45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哈，45，它资料是什么 out 设定出去哈，所以我们看看这边的话呢，它在打开的话，45跟47，因为47是读资料，那45是写嘛，所以的话45做 write 的部分，
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他在这边呢，一起做什么？读，请去注意一下哈，这是 import 的部分 ，in value out value。所以呢，他在这 in value 跟 out value 部分是 in 多少的时候呢，就把读进来，那读完之后的词呢，会放到 value 这边，然后出来之后呢，再把那个词呢写在什么 output 的这边。然后如果说嘿，然后结束的时候当然就全部 close 掉了。好，那如果说各位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呢，想要把它修改一下呢，我会建议就是这么改就好了哈。就是我只要设定我们的47这个接角是开的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output 的部分，想要直接做资料的存写，纸上我们可以这样子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直接把这个 value 的部分呢。再定为一就可以啦，到时候就会把资料写出去。好，那我们 save 一下 ，Ctrl+O，Ctrl+S 离开。好，再来 compile 一次吧 ，G 加加，然后 input out 点 C， 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 output 的答案也是什么 ？input out out。好 ，Ctrl+S 看一下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多了一个什么档案？这个档案。好，那我们执行一下哈，点 input to out。好，因为它执行一下就结束了。好，那有些人会问说，那我怎么去看那个实际的硬体它到底有没有工作呢？那各位可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表格哈。哔哔哔哔哔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图好了。嗨，就是找的时候找哈，就是找 BBB Big Board 的部分，然后找 GPIO 啊。这张图如果看不太清楚的话，那我们稍微用大一点哈。好，那我们来找47在哪里？四十七。好，没有，再来，这张有没有47？46、47，有没有在这里？然后 P8 47 P8 的意思就是在右边的接角47哈。那我实际来依照这个图那接给大家看哈。我们接角的部分是在哪里？45啊 ，output 是45哈。所以这个接角来讲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是45号在哪里？45号在这里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边算起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个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实际这边所接的图片吧。好，我打开一下软体。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直接接起来就是像这样子哈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它事实上就是，我先把它拿掉好了。怎么去算接角呢？这边就是各位注意看一下哈，怕你们左右看得不是很清楚。这边是8号，这边是9号哈。那如果不太记得的话，各位记得哈，靠电源这边是8号，然后没有靠按钮的部分就是9号哈。好，那我们来找一下47在哪里。对不起，我讲错哈。靠电源的是9号哈。靠电源的是这边9号，然后靠按钮的是8号哈。好，8号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是15在哪里，左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哈，怕它会数到乱掉，那我们就从左边算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个就好。好，那接地的部分在第一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LED 灯它事实上都会有两个接角，一个是比较长的，一个是比较短的。长的，请你把它接在，那个号码上，就是45号。那短的呢，接到接地上哈。那我们来接一下。一般来讲，我会强烈建议就是你把电源先拔掉，再去做这个动作哈，不然烧掉不负责哈。而且各位烧掉几率还蛮高的哈，所以尽量要小心点，尽量先把电源拔掉 ，LED 灯接完之后才接这个动作哈。那我会建议就是。因为我偷懒了，理论上你要接个电阻会比较好一点哈，以免会把你的那个什么 LED 灯给烧掉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证明一下这个灯可以 work 呢？那么回来改一下程式好了。
好，我们刚刚是设一嘛，那如果说我们改成零的话呢，我们来执行一下哈，改成零啊，那我们把它改成零，零的部分，然后一样 ，Ctrl S 离开，然后重新的 compile 一下程式。好 ，compile 完之后呢，这个程式执行一遍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它灯就关了。好，那如果不相信的话，那我们再重做一次，再证明一次好了。我们再把同样的程式呢，再把这个接角，输出的部分把它置成一就可以啦。一，好 ，save， 重来。对不起，还没 compile， 编辑，然后重新执行，灯亮。好，这边是柯鹏柯老师，然后让大家试试看好了。那我们这边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到一段落，好，拜拜。